Hello， 各位观众、旅行人们，大家好，我是叶鱼。眼看钟离池子就要结束了，马上就可以迎接我们的新老婆尤拉。众所周知，尤拉是冰系角色，但她打的却是物理伤害。目前物理伤害只有雷泽一人，可她是四系啊，有五星我们谁会玩雷泽呀？加上目前伤害最高的还是蒸发和融化，这就导致物理伤害比较冷门。尤拉这个英雄到底怎么样，谁也不知道，毕竟人物还没出。不过原神主流的玩法毕竟是元素反应，尤拉虽然加的是物理伤害，但也逃不出元素反应。所以今天我们就来研究一下尤拉的阵容搭配，看一下如何才能让尤拉的伤害最大化。想要研究阵容，就要研究原神的元素共鸣和反应机制。只要研究明白这些，别说给尤拉配对，任何一个人配对都不成问题。先看元素共鸣，双火加攻击，双炎加伤害减炎抗，双冰加暴击都是适合尤拉的。双火就可以带香菱和班尼特，双冰其实可以带个猫娘，有炖有奶，感觉七七的位置完全被取代了。双炎就是钟离和阿贝多，有炖有伤害。研究完元素共鸣，我们再看一下反应机制。尤拉加的是物理伤害，所以给怪物减少物抗是非常适合尤拉的。目前减少物抗的也就雷加冰的超导，所以可以给尤拉配个雷系角色，适合做辅 C 的雷系角色，一个北斗，一个飞希尔，大家养了哪个就用哪个，主要就是持续挂雷就可以。尤拉自身有冰元素伤害，所以另外两个可以带双火或者双炎共鸣，我更推荐双火，还能打一打融化。当然这并不是唯一的配对，我们也可以在超导破防的基础上加一个迪奥娜组成双冰共鸣，还有炖有奶。另一个位置可以搭配行秋来持续挂水，行秋真是万能的辅助，跟谁都搭。至于尤拉和他的好基友烟飞并不是很搭配，两个人都是主 C， 所以还是有脱手技能的香菱更适合。 OK， 那么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，最后祝大家单周出尤拉，十连出满命，如果真的出了记得来还愿哦。那么我们下期再见。